大家好，我是 David Wu。这套360度大学全景视频是我制作的，最当初做它，想法就是让我的学生们呢能有一个客观靠谱的这个素材可以参考大学，所以我亲自去的，走访的每一所大学，每一个数据，每一条素材都是我看了很多这个关于大学的信息之后，亲手搜集的，我认为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资源呢绝对靠谱。我是6岁移民到亚特兰大，2013年开始呢，我全职做这个管理当地的几所私立高中的国际学生项目。我们做得很细，从这个选接待家庭、匹配接待家庭、课程、课外活动的规划，包括最后的大学申请，还有中间所有这些细腻的孩子们生活、学习的这些事儿，都由我们来管。这等于是美国家长、中国家长、美国学校和老师。还有我们一起帮助孩子。如果对在美国上初高中或者申请美国大学的家长有问题呢，应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肯定能帮到你的资源啊，应该订阅。还有就是，需要一对一咨询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联系我们在国内的合作伙伴。咱们视频里边再见。大家好，我是 David Wu，这是《留学兵法》第46讲，咱们讲 Common Application 里边第一个问题是吧？写这个 essay 里边啊，第一个问题怎么回答？从第46讲到52是讲这个 Common App 它有的7个问题，好吧？这个里边呢，咱们就讲第一个问题，咱们一起读一遍，好吧？第一，Some students have a background, identity, interest, or talent that is so meaningful. They believe their application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it. If this sounds like you, tell us your story. Please share your story. 有些学生有一个背景、有个身份、有个兴趣或者是特长，是对他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重要到你觉得你的申请不会完整，如果你不告诉我们你这个故事。那如果这是你的话，请告诉我们。你这故事，你这么想这问题，就是你的生长环境有这方面是特别不一样。如果你有一个相比说正常的生长环境，哈，家长、家庭、身份各方面比较正常，你不要写这个。他很明确的在找那个真正客观独特的背景。实际上呢，大概这至少得是1/1或者是500/1的人才能写这个话题，这是客观的，就是你生长环境有某方面特别奇怪，不一定是好，完全可以是负面的，甚至一般的应该都是负面的。特别好的生长环境其实没什么可写的，知道吧？你要了解，就是这大学啊，他们想在校园里边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不是想只学习好、分儿高什么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不需要你写任何东西，也没有面试、没有推荐信这些东西，全就光看分儿就一样，就看高考分就完事了，对吧？他希望他学校里边有点 messy，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像医院似的，全都擦干净、全都是一样的人、全都是对这个极有兴趣的人，那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环境。甚至你把这么多非常相似的人搁在一起，他们也会变味儿。大学他希望有各种背景的人，包括就是小时候被家庭虐待了，或者是经常有搬家的家庭，每年都搬一次家，这种不好的事情。他希望有穷的掉渣儿的孩子，还有就是富的到天上的孩子。他希望大家在一起里边，这个彼此这双方才能学习到。如果都像啊，你上这大学的价值只是在书本上的价值了，没有这社交价值。所以首先啊，这个问题是在说一个客观的 unique， 其他的问题都是在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主观你的角度要说出来，告诉他你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说客观这个世界对你是怎么样，不是说你怎么看这世界，是你的世界怎么造成的你，是吧？就是你的故事，如果你不讲这一部分都不完整啊。那有几个方法，你思考这个时候哈，你可以这么想，就是你碰你喜欢的男孩或者女孩，就是你们俩
在电话聊到半夜了，是吧？都不愿意回家。在那一次第一次真正掏心窝的聊天，很早你就会告诉他你的什么啊？你其实我是这样，是吧？其实我是这个这样的背景。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独特啊？可以好，可以不好，或者就是干脆独特啊，特别有意思。还可以这么想，就是别人说你的时候，就是在背后别人说你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你？他就哎，他那个就是那个孩子，就是那个谁的孩子，他就是他们家是那样。别人说你的时候，最容易就是哎，概括性说你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一个独特的一个背景，是一个地基？你从小到大，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你，你还要这么想，就是你从小到大有是哪一个因素是最影响你从小到大的成长 ？Again， 可以是负面影响，或者是正面影响，完全 OK， 甚至。你相信我，大部分写这个文章的都是写的是负面的东西。好，那你想这事儿的时候啊，你大概呢可以分三类事儿，你选一个啊，想就是第一类呢是这是一个背景方面，这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系。第二呢，这事儿可能是一个你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你的人生哈，就是你好多做的事情、追求的事情都有这一个 pattern， 能看出来。这是你的一个特点，可以是一个你的一个特点，但是得是长期从小你就能看出来这盘，而且要明显，你不能说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听太多了，至少得是1%或者是500%啊，这么一个稀有程度。还有第三种呢，这东西就是一个兴趣或者一个特长，实际上这个问题啊，也就是前几年才加的。兴趣和特长 interest 和 talent， 之前这个问题很多年了，就说的就是背景和身份，后来加的兴趣和 talent， 因为太稀有了，太少人写这个问题了。这第三类呢，实际上你要特别的，在这儿你有点得像是朗朗级别的特长，比 passion 你兴趣爱好爱它还要强，这个得是就是它有点造成了你，就是先有的这件事才有的你，它有点推动了你的轨迹。好，就是你找到了你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很强力的明显的推动你的人生轨迹的东西了，是吧？找到了啊，你要注意，就是他读完了，一呢他读他是这个没有对错，他就是看哎你不一样，你确实稀有，我们希望有你这种背景的人在学校里边，他纯粹真是找这个熊猫呢，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要让他读完了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就是你能给学校带来什么？除了就是多元化这个东西，你要直接告诉他，就是你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在校园上有什么好处？对你的校园、对学校、对我作为你们的一个毕业生，一生会代表学校，是吧？不光是在学校这四年，对你有什么好处？要让他明确的读完了有这个概念，他会想，哎，确实稀有。你看哈佛大学是吧？我们想招满分的，全都能招满分，能招满满分的，但是还真是很少有亚裔。国际学生小女孩哈，或者这小男孩怎么着有这个方面的经历，而且他有这段经历的 takeaway， 他总结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其他人作为一个榜样，那确实是能启发到别人，让他有这个概念。好，接下来留学兵法这些就是咱们看每一个 essay 怎么写的哈，都是我不想带你带动你给你一些 example 把你给带偏了，其实你有一个挺好的想法你就得琢磨琢磨哈，我不想给具体的 example， 咱们就是说大概面，然后呢我带你就是大概往那方向找，看咱们有没有啊，没有咱们就换到下一个问题，没问题，这七个问题里边你只需要选一个写650个字，其实你的这18-9年的生活里边多的是，肯定能找到写的，这个如果不合适咱们就到下一个，总会能找到一个。好，咱们下个视频讲到 Common App 的第二个问题啊，视频里边见。